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说。什么东西？这边有那种猎人。这是小孩子的是吗？被蒙蔽着眼睛的一个状态，然后去到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。哇，那眼睛好像那个，原来是很可怕的。我想呕啊！我想呕。那如果是有老板邀请你去谈生意啊，结果那一天是一定吃不饱的。啊，就我一个人，为什么是这样啊？为什么是这样啊？你打的？